哦、不是不是不是，不要拍子，不要拍子。可以啊，这么帅一定可以的。眼神要不要再走？准备，1、2、3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是那种世界冠军那种气。好，那我们小贝他们都没化妆。我是希望这么难得一次机会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场边去为中华队加油，因为就是运动员就是很需要大家的努力啊跟支持，因为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了、啊、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场边鼓励每个中华队的队员。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会带给我成就感，就是比完比赛或者是我训练完，我会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是我完成了这个项目。溜冰可能这个运动就是本身要有协调性，然后力量敏捷。我希望就是四大运是对我们。大学的选手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比赛，那我希望在台北能够让多一点观众来看我们比赛，然后为我们加油，这样我们在现场的话会更有活力，然后应该会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希望就是说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帮我们，就是说的中华健儿加油。